冰冰，我打算把甜点店收掉。现在没有工作，又不代表你一无是处。可是你这么优秀，我这样可以吗？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，希望你不要忘记初衷，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哦。罗密欧就是朱丽叶的太阳，给我在，我会陪你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秋克拉 BB 东森综合台，如朕亲临。